满活力，三口歌曲带动唱，师生欢喜迎接佛光人走进校园。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第二分会以及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法师们日前展开校园弘法，走访来到台北青莱偏乡山区华人学校，一落地在机场就受到隆重欢迎，学生透过音声演出表达感谢。佛光山僧众带着暖心关怀走进校园，代表星云大师颁发清寒绩优学生奖助学金以及结缘品，并致赠献给旅行者365日，为偏乡孩子挹注资源。将我们所认知到的佛教通通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说对就是一种理念，希望传递给大家。打开书籍，现场朗读，汲取大师智慧，吸饱心灵鸡汤。佛光人用实际行动把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扎根台北偏乡，传递人间佛教慈悲愿念。这大师所写的一个祈愿文，他们念得非常令我们很感动。以教育培养人才，反转弱势学子生命，撒下菩提种子，在青莱扎根，做孩子在学习成长路上的助力，让他们未来得以活出精彩。林金卫视泰国综合报道。